然他不是牧师或法师，但如果说他是个传道师，那一点儿也不为过，因为他二三十年来始终保持着传道的精神，来推广他在食疗和养生的独到经验和心得，来帮助更多人远离疾病，拥有健康。至今他已演讲超过500场，而且自民国74年起，每年举办断食营和各种生机饮食教学活动，受家会的学员遍布世界各地，不计其数。如果您开始聆听欧阳英老师的演讲，并照着他的方法切实去做，与病绝缘，从此健康快乐过一生，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。欧阳老师以他数十年来辅导病患的经验，深切了解健康与疾病的钥匙，其实就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做自己健康的主人，就从聆听欧阳英老师的演讲开始。掌声有请今晚上的主角欧阳英老师。谢谢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晚上好。要以一个最感恩的、最热情的一个掌声，感谢我们拿督跟拿弟。我在台湾呢，是开那个生机饮食店，我们是为消费者把关，选择最好品质的有机产品，我们给这些消费者呢能够守住健康。我的太太呢也是因此呢有人推荐我们的美丽的微健保苹果园，当然我们要卖这个产品肯定自己要先试用。我太太原本呢是气喘的，我曾经啊两个晚上呢三更半夜呢送我太太到医院去急救，因为气喘，气喘很可怕的啊，气喘会要人命的，两次。后来吃了微健保苹果之后呢，哎，气喘呢、啊、才应该是不到3个月4个月呢是完全多好了，现在没有复发过。还一件事是我爸爸妈妈，他也是一个见证，我爸爸今年103岁，妈妈91岁，都很健康。爸爸爬山不必带拐杖的啊，妈妈平常跳土龙舞的。但是呢有一回啊，我从上海回来，我现在是大陆台湾两头跑，我先探望妈妈，就跟妈妈讲话的时候呢我紧张了，因为妈妈讲话的时候呢呼吸声啊我听得到，很急促的呼吸声，我知道有问题了。我立刻呢打电话问家人，我的弟媳妇很孝顺，妈妈有一次呢感冒啊咳嗽啊，急急忙忙的送妈妈到医院去治疗，拿药吃，药是有副作用。我在这时我体验很深啊，西药真是有副作用，吃到怎样呢，吃到气喘了，从来没有气喘过的，吃到气喘了。我那时候我就紧张了啊，我就赶紧开食谱给我爸爸妈妈啊，我爸爸我们也希望能够照顾他，妈妈是重点，我开给他吃微健保苹果园，早上一次早餐，下午4点一次。那大概吃了一个礼拜之后呢，我又到上海去，那我就打电话问一下妈妈有没有进步。我电话一听到妈妈声音我就高兴了，她声音啊恢复以前的样子了，丹田有力的啊，中气十足的。我再次感谢我们拿督拿弟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对这个产品的推荐呢、啊、我是用人格在推荐的。每一个人呢、啊、就像我们刚才庄老师一样，我们是诚心诚意想帮助别人健康的，是用人格在推荐的，推荐这个美丽的微健保苹果园。我们大家手上有一个资料，就这表应该每个人都拿到了、哦、等一下我要讲课呢要讲里面的内容，就是你不用急不用抄，我讲的会快一点。我给你看那个资料呢，就是你不用去把我所要讲的内容啊
生怕忘掉，你不用担心，里面都有了。首先要讲什么？当生病的时候呢，你要给方案，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方案。我们说为什么我们生病了？因为你体质变酸，我们一定要很快的把酸性体质变得弱解。请问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碱性食物，这很重要的。维健保苹果园它就是全素，它就是碱性食物。第一个我们要认定的，第二个要认定的是什么呢？是油跟盐是罪魁祸首。我这一阵子呢，我们巡回马来西亚演讲啊，我感觉到我们这边食物呢有点偏咸，真的是。我们油吃多了，血液粘稠，胸闷打哈欠。你血液粘稠对吗？那肯定不对的，血要清才可以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吃太油了。为什么很多人高血压呢？动脉硬化呢？中风了？半身不遂呢？那是盐在作祟，吃太咸了。所以油跟盐既然是元凶，我们要有方案啊，要减量啊。如何减量？没有方法，因为习惯了，煮菜习惯了，有没有？所以因此呢，我们就告诉大家，给大家建议135，你就是全素了，无油无盐了。但很多人担心啊，无油无盐那个菜怎么吃呢？对不对？没有油没有盐，菜没办法吃的，很难吃的。你有个方案可以帮助你顺顺利利的可以全素，就是吃维健保苹果园。因为维健保苹果园这里头是没油的，是没盐的，它就是一个代餐，它就是一个全餐。你只要能够在135的时候呢，早餐午餐晚餐通通把维健保一大匙，苹果园二小匙，加水350到400，摇一摇喝，你一餐就搞定了。你假设三餐都吃这个，那三餐也搞定了，那今天等于放假了，不必下厨房了。你看看多好，一举两得，把身体健康给顾到了，而且还轻松了。我是用这个方法帮助很多病人哦，这是一个逻辑哦。因为我们吃全素，让酸性体质变成弱碱，油盐给停掉了。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？到底里面的成分是什么？那就是我们想了解的。维健保苹果园是谁发明的？詹明詹博士领导一个自然医学小组。谁是自然医学小组呢？都是专家，都是营养学家。他根据人体细胞所需的营养素去设计产品，到底里面放了什么？第一个讲全谷类，我们很多人吃白米饭了，对不对？我从第一天呢到现在呢，天天吃白米饭了，大家习惯吃白米饭。白米饭对不对啊？不是讲不对，营养不够，谁都知道。黑糯米、小米、高粱、荞麦、燕麦、小麦、糙米、薏仁、芡实啊，大家都熟悉的，那个叫五谷杂粮。人家医学已经证实了，薏仁啊跟燕麦是降血脂的，小米是安定神经、帮助睡觉的。但是你有吃到吗？那对吗？不对，你要找机会吃到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因此呢，我们今天为什么重用了维健保苹果园？因为这里头放了全谷，小米、小麦、大麦、燕麦跟玉米，放了五样。小米是安神助眠，让你好睡，这很重要的。你晚上睡不着，浅眠多梦，你没病也会变有病啊，你有病好得慢的，因为你睡眠不好。小米一定要吃的，维健保苹果里面小米是有机小米啊，那个有机是很重要的，是有机小米。你不要到外面饲料行去买小米，那个是小鸟吃的，我们不是小鸟，吃的变小鸟了，不可以的。
小米、小麦、大麦、燕麦、薏米，你看多好，对不对？吃五重哎，你平常所缺的营养素全给补充到了。还有一个维他命 C， 维他命 C 谁都知道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感冒多补充维他命 C， 感冒就好了。来自于水果，对不对？你水果，请问你一天吃几种啊？能够吃两三种，你了不起了。他摆了八种，蔓越莓，哎，维他命 C 很高，谁都知道了。玫瑰果实听都没听过，他摆进去了。草莓有没有？柳橙，哎，柳橙是美国的哈，美国柳橙叫 Sunkiss 的 ，Sunkiss 的维他命 C 不是一般柳橙能比的，100公克的重量，维他命 C 含量是92毫克。我们台湾柳橙只有38毫克，不一样的。美国品种 Sunkiss 是不一样的。还有柠檬、还有莱姆、木瓜、青苹果，放了八样水果，你看看，你吃一次维健保品，你吃了八种水果。再来一个掌声，感谢拿督拿弟，哎，凭这个就要掌声了。还有蔬菜，你看你家平常吃饭你买几个菜？太简单了，不可以的。蔬菜是提供矿物质。我们第一个选的是西洋芹，西洋芹里面有三丁基本肽，三丁基本肽是一个营养素的名称，它干什么？它降血脂的，它降血压的。所以我们常听说那个三高吃维健保会好，就是因为这个三丁基本肽啊，是不是？另外还有一个水芹，哎，不是只有西洋芹，还有水芹啊。水芹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？PEITC， 那也是营养素名称啊。它什么？它帮助抽烟的朋友，你别得肺癌了。谁抽烟呢、啊？先生有没有？公公有没有？他烟戒不掉，那你还是要保护他，他是我们亲爱的家人啊，别得肺癌了，对不对？退而求其次嘛，我们要戒他不戒嘛，那我们要保护他嘛，别得肺癌嘛，你就要给他吃维健保，对不对？里面有水芹，然后呢，这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四种的胡萝卜啊，胡萝卜现在是很热门的哈，胡萝卜里面有贝塔胡萝卜素，维他命 A 的前驱物质，干什么用呢？我们外面乱吃啊，食物组合不当啊，我们身体会产生亚硝酸胺啊，那致癌因子啊。你只要吃了贝塔胡萝卜素呢，亚硝酸胺的形成它会化解掉，化解危机，它有这个好处的。我们贝塔胡萝卜素能够明目，哎，避免视力减退的。贝塔胡萝卜素补血，它补血是第一名的，补血第一个因子叫做贝塔胡萝卜素。但他选四种，很奇怪，选一种就行了，干嘛选四种？它是一个逻辑的。每一种植物长在不同的土壤上，每一块土壤里面的成分是不一样的，每一块土壤里面的营养成分结构是不一样的。你吃四种胡萝卜，你吃四种不同土壤里面的营养素的。哎呦，这个张明章博士太厉害了，他选四种。因为贝塔胡萝卜素是关键的食物嘛，他故意选四种，你看多好，对不对？非常有智慧的，再来个掌声，哎，这表达我们的敬仰啊，我们感谢他的，感恩他的。还有一个五种的洋橄榄，什么叫橄榄？我们这里好像叫包菜，台湾叫高丽菜，大陆叫卷心菜，很多名称就是讲这个包菜，叫橄榄。橄榄为什么好？它是十字花科的首位。十字花科什么东西啊？念营养学都知道，小白菜、青江菜、油菜、大白菜，有没有？那个卷心菜就讲包菜，就讲橄榄了。什么绿色、紫色都有的，绿化叶菜、白化叶菜、大白菜，还有那个白萝卜、大头菜、西洋菜、绿化叶菜、白化叶菜。但是第一名是谁？是橄榄。我们这橄榄为什么它能够抗癌？它有一个吲哚成分，还有个硒。吲哚跟硒啊，哎，全世界热烈在讨论它，它是抗癌啊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啊。
选了五种，很奇怪，一种就行了，干嘛选五种？因为这里头呢选很多颜色，有白色的，有绿色的，有紫色的。哎，这里头不是讲土壤的问题了，我们讲说五块土壤比一块土壤，不是的，这个当然是有的。更重要的一点，它里头有植化素。植物化学是什么意思啊？不同的颜色，各种颜色啊，大自然不是有很多颜色吗？绿色的、紫色的、红色的，什么颜色的？它是抗氧化很重要的营养素的，抗氧化。机器在外面淋了雨了，生锈故障了，对不对？不能动了，因为氧化掉了，不行了。哎，人体也会氧化，你内脏氧化，你是内脏机能就衰退了，什么问题都会产生的。如何抗氧化？你要吃植化素，要吃各种不同颜色的食物。你看，单单五种洋甘蓝就好几个颜色，你看多好。另外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，我们刚讲了一个全谷类，讲一个水果，又讲个蔬菜，蔬菜没讲完的。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好，洋菠菜。你看电视那个大力水手有没有？大力水手吃那个洋菠菜有没有？为什么提到菠菜啊？哎，补血啊，它里头有铁质啊，有叶酸啊，有没有？它一定要的。还有美国香菜。什么叫美国香菜啊？里面有铁质的，属性偏温。因为我们刚讲很多这个蔬菜水果的确属性偏寒，属性偏凉，它必须要几样的温的去平衡它，一个凉一个温就平衡了，没有？香菜就是温性的，拿来平衡，铁质又高。还有更了不起的，你想都没想到的，它用那个综合香草。综合香草很奇怪的，颜色太多了，它里头主要是什么？它是非水溶性的粗纤维，这个了不起。为什么？它把我们体内那些啊囤积的一些毒素啊，致癌的那个不好的物质啊代谢出去了，那个靠非水溶性的粗纤维啊，来自于综合香草。综合香草也是很多颜色哦，植化素还是很丰富哦，非常了不起。你看我刚讲到这边都讲蔬菜，还有呢，这里头用了什么东西呢？海藻类啊，海藻类是强碱食物。很多人问说，万老师啊，你说把那个酸性体质变弱碱性啊，那你能不能介绍我一个碱性度比较高的食物啊？我说就是海藻了。为什么呢？我要讲个逻辑啊，哎，什么事情要提逻辑的？然后呢，下雨，我们雨水冲刷地球表面的土壤，土壤里面的各种的矿物质就跑到哪里去？跑到河川去了，雨水变河川了，各个河川汇集于大海之中。按这个逻辑推论，大海里面含有人类赖以生存可以活得健健康康的营养素，那些矿物质多在海水之中，在海水孕育长成的植物，它所含的钙、镁、钾、钠、铁很多的微量元素，它是非常完整的，种类是多元化的，含量是非常丰富的。它长出来这个植物当然跟陆地上不同，对不对？什么叫碱性？碱性的意思是说被身体消化吸收的那残余的物质啊，是偏向于钙、镁、钾、钠、铁。哎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碱性。海里面植物具备这个特质，跟陆地上是不一样。你看它用了几种？它用蓝藻、螺旋藻，又叫蓝藻，它里头有 B 群，有 B12，B12 是造血因子。它用红海藻，红海藻是一个抗氧化的代表。还有大海的藻类，要用三种藻类。你看了不了不起？太了不起了！强碱食物特地选了三种，你看。还有一个呢，它是用什么呢？它用低温的烘焙方式。哎，这是高科技的哈，一般做不到哈。那机器是应该是很昂贵的哈，低温烘焙是不简单的啊。然后呢，它把里面的酵素呢保留了，他认为还不够，还加了一个什么？还加了木瓜酵素进来，那真是太棒了。木瓜酵素是仅次于凤梨酵素的，他把木瓜酵素给加进来了。更重要的，他加了燕麦麸啊。什么叫燕麦麸？燕麦外面那层叫做麸的燕麦麸啊，
他就是 B 群了、啊、B12 的。我们谈到这里，你想想看哈，我们造血因子有几个、啊、难怪我们前面吃美丽的朋友呢，每个人气色都很漂亮，白里透红，越吃越年轻啊。我化学以前我们在讲这个健康啊，我说我们的目标也延迟老化，不要老得太快，要延迟老化。哎，现在碰到美丽的我改口了，不是延迟老化，过了十年之后啊，我要比现在更年轻了，那叫做年轻工程了、啊、哎，谢谢。所以我是吃美丽乐的，这不假的，是不是？但这里头还有一个重点哦，他放了西洋姜哦，最后一关键，西洋姜干什么用呢？西洋姜啊，姜啊，它是能够扩张血管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扩张血管让血液循环加快啊，有没有？容易吸收嘛。而姜是温性的，平衡寒性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美丽乐、啊、维健保苹果源呢、啊，属性偏平，谁吃都 OK， 太好了。所以姐，我们这样说。135、哦、又来个掌声，太棒了，这掌声是给我们拿杜拿定的。我们赶快介绍我们135、哦、我们就吃维健保苹果源，早餐这么吃，午餐晚餐还是这么吃，这三天太重要了、哦、肚子饿怎么办？有人说、哦、这样吃不饱怎么办？你假设想减肥，你吃番茄、哦、因为肚子会饿嘛，吃番茄，番茄没有卡路里嘛， OK 嘛、哦，假设你不想减肥，你吃馒头；假设你太瘦想增胖，一个馒头不够，吃两个馒头；两个馒头不够，吃三个馒头，那随便你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呢，吃番茄比较好的。26日，素多荤少，少油少盐少糖，吃全餐，吃全餐。我们那个全餐啊，我很快讲一下哈，我们的资料都有的啊。全餐第一个叫全谷类，黑糯米、小米、高粱、荞麦、燕麦、小麦、糙米、薏仁、芡实。哎，我们是246要自己煮哈，啊，135吃现成的哈，246自己煮。那蔬菜分五类，第一个利尿的，冬瓜、丝瓜、葫芦瓜、苦瓜，找一个瓜利尿，利尿通便呐、啊，啊，利尿通便很重要的，利尿排毒，通便也排毒啊，有没有？你找个瓜嘛，通便的小芹菜、西洋芹、莲藕、菱瓣、空心菜、地瓜叶、竹笋、芦笋，那找一个嘛，里面都有写嘛，你找一个嘛。通便啊，粗纤维啊，吃了以后肠道蠕动啊，便就排出去了，通便要找一个的。补血的红萝卜、甜菜跟菠菜、苋菜、茼蒿，哎，找一个，要找一个，对不对？另外十字花科的小白菜啊、青江菜啊、油菜、大白菜啊、异花椰菜、白花椰菜啊、白萝卜、大头菜，找一个，找一个出来。然后呢，第五个蔬菜什么意思？它吃了增加体力耐力的，增加体力耐力的，地瓜、南瓜、芋头、马铃薯、山药，吃了会长体力啦。有些人讲话声音很弱，个子高高讲话声音很弱，他讲的辛苦我们听也辛苦啊。你看我声音大大，我是吃地瓜长大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声音很大，有没有？我吃地瓜有效的，我自己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假设今天要跟人家打拼啊，你这肯定体力耐力啊，要吃这个根茎类才行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讲这蔬菜分五类，我们讲了两种了，一个是全谷类，一个蔬菜类。第三个讲什么？海藻类啊，海带、紫菜、海带芽，找一个。我们刚刚也提到了，不错的。那另外菇菌类，香菇、金针菇、草菇、羊菇、黑木耳、白木耳，找一个。哎，那是多糖体的，菇菌类是多糖体，增加我们免疫力啊、哦，我们免疫力强，不容易得癌症的。第五个豆制品，豆腐啊、豆腐干啊、黄豆、黑豆啊，这都要。这个全餐啊，你全部要到位，全部要到位啊、哦，不用担心。你只要一次煮好，应付三餐，应付两天六餐都没有关系啊、哦。事实上不是困难的，不会很困难的。所以我们讲26日呢，你必须要素多荤少，素荤比例8:2，吃鱼但是不吃肉，因为肉会升高胆固醇，对不对？但是吃鱼不会的，会降胆固醇，所以吃鱼不吃肉。然后呢，我们避开第一个炸煎熏烤不吃了啊、哦，那不吃加工食品了，不吃辛辣料了。调身体要这样调的。刚才我们专老师啊，专美心老师有提啊，他以前得癌症啊，是因为他的饮食不当，炸煎熏烤经常吃。我们诚恳跟贵来做一个建议，炸煎熏烤平常很健康，吃少少没有问题，吃多还是不行。但是自从生病以后，不要吃了。
不能吃了。你假设还吃炸鸡熏烤，你的病好不了。什么叫炸鸡熏烤？油脂经过高温啊，变质啦、啊。油脂一变质之后呢，它消化速度变长了，本来消化30分钟消化完毕，现在变成一个钟头消化不了，到什么三酸甘油脂高、胆固醇高、血液粘稠。吃真的跟煮的，别吃炸鸡熏烤。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不要吃加工食品，因为那是有风险的，什么防腐剂啊、抗生素啊，什么问题都有，都摆在里头。平常健康偶尔吃吃 OK， 但生病的时候别吃。你要走一条零风险的路，你要给自己一条零风险的食物。这个食物的方向就是要吃天然食物。什么叫做加工食品？香肠、腊肉、罐头、蜜饯、泡面、丸子、塑料。香肠挂在那边千年不坏，能吃吗？那个丸子可以拿来乒乓球，弹性很好，能吃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弹性那么好呢？素鸡素鸭素鱼，那个素鱼还做两个眼睛，眼睛怎么做？不懂，不懂就别吃。你要吃天然食物的，这很简单的，没有困难的。你要把自己嘴巴管住。再一个，别吃辛辣料了，辣椒、咖喱、芥末、沙茶酱、胡椒粉。你喉咙痛，你会吃辣椒吗？我相信你不敢吃。但里面出了问题，你敢吃啊？因为你没有危机意识，你没有联想到。一样的道理的，你生病体内容易发炎的，你怎么能吃辣椒呢？不可以的，暂停了。辣椒、咖喱、芥末，什么叫芥末？哇，沙比叫芥末啊。咖喱啊，胡椒粉啊，全暂停了，不吃了。所以三个不吃哈，我提醒大家哈。一，不吃炸煎熏烤；二，不吃加工食品；三，不吃辛辣料，对不对？第三，水果吃三次。水果很重要的，我爸爸妈妈长寿是因为吃水果吃多多的，我知道的。他们平常很节俭的，他不要买很多啊，煮来吃，不会的，他们很节俭的，吃水果吃多多的。我每次啊，一回到台湾啊，我第一件事先探望我的爸爸妈妈。哦，我买水果买很多，你不要小看我个子小，我力气很大的，我买到提不动的，我买至少6种水果的。我提到我爸爸那边去了，我妈妈一定骂我的，哎呀，你傻瓜傻瓜傻瓜，水果买那么多吃不完烂掉了，现在赚钱不好赚的。我说不会的，你拼命吃就好了，不会烂的。他每天开始检查，哦，这个快烂赶快吃，哦，这个快烂赶快吃，每天检查哪个水果烂，烂了赶快吃。哎呦，好辛苦 哦，终于快吃完了，结果门铃又来了，叮当我又来了。他看到我皱眉头的，但是我很高兴啊，长寿了，对不对？吃水果长寿了，我很开心的。水果必须要吃三次，早上11点，下午5点，晚上8点半，8点到8点半之间都行。为什么水果很重要？哎，它有酵素啊。酵素很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来自于生鲜食物嘛，水果是最简单的嘛。那吃水果呢，必须要看人吃，看什么体质，什么体质吃什么样的水果。比方讲说热性体质的，口干舌燥啦，便秘啊，有口臭啊，排尿太黄啦，体温高，爱骂人啦，这个都是体质偏热，火气大。你要吃清凉退火的水果。火龙果、水梨、苹果、杨桃、山竹、葡萄柚、草莓、枇杷、番茄、西瓜、香蕉、奇异果、甜瓜、柚子、橘子、柿子、盐水，这个叫做偏寒的清凉退火。寒性体质，手脚冰冷啊，贫血、低血压啦、啊，啊，感冒啊，人家两天好，你十天好不了，那叫虚寒体质。你要吃温热水果，榴莲、黑枣。芒果、荔枝、桃子、龙眼、红毛丹、水蜜桃、荔枝、释迦、椰子肉、金桔、乌梅、樱桃、红枣、李子，你要多吃这个的。哎，谢谢，这个不用鼓掌，这个不用鼓掌。我们建议大家，你平常一定要了解食物属性，这很重要的。我们这以后资料会给大家，你上我的网站就行了，你打欧阳英这网站就进去了，不必付钱的，我网站是 free 的，你可以查到很多资料的。可以的，啊、哦，谢谢。然后呢，
第四件事，西洋法有四个点，第一个点刚讲到，一三五吃全素，早餐午餐晚餐吃维健宝苹果圆，对不对？第二，我们说素多荤少，素荤比例8:2，吃鱼不吃肉，那避开三个，炸煎熏烤不吃，加工品不吃，辛辣料不吃。第三，我们水果一定要吃三次，吃在早上11点，下午5点，晚上8:30。为什么不要饭后吃？我要讲一下，饭后吃不行的，会胀气的，对不对？你饭后吃水果，你已经吃饱还吃水果？吃少少不影响，吃多不行的，会胀气呢。因为水果里面果糖跟食物呢搞在一起了，果糖跟胃酸一接触久了以后，肯定发酵的，就胀气了。水果要多吃才行。那你既然要多吃，你必须空腹来吃，对，空腹来吃不会胀气的。第四件事，喝水要足够，喝水足够很重要的哈。很多人水一粘稠啊，生病了。多数的人都是因为饮食习惯不对，尤其是喝水。你的饮食习惯不对，不是你自己本身受苦，你的孩子会学你，你的儿子女儿会看着你啊，他会学你的方法。你喝水少少，他就喝水少少啊；你喝水多多，他就喝水多多啊。饮食习惯是一代传一代啊，你的责任重大，不是你个人啊，是你的子孙啊。我举例说明，我说我们家里头 baby 哈，2岁啊，我们泡奶水给他喝嘛哈，用4汤匙奶粉，水用多少？50毫升。50cc， 你说奶水能吃吗？黏黏糊糊，保证宝宝不吃。你肯定要泡到150到200cc， 那个奶水 baby 才要吃。我在形容什么？我在形容说，假设我们平常喝水少少，你的血液的粘稠度跟那个四汤匙的奶粉泡 50cc 的奶水是完全一致的，它叫做黏黏糊糊，你会健康才怪。我讲的话很中肯，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平常喝水呢，一定要个逻辑，体重公斤数乘以40。你假设是60公斤乘40，就是2400；你假设是80公斤乘40，3200。平均分配在喝水的时间，早上起床喝500，通便，你不喝行吗？对不对？肯定要喝500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运动有做的话，运动后口渴200。早上10点500，下午3点4点半500，再500，晚上呢8点到9点之间再来个500，或来个300，喝不下300也行啊，对不对？平均分配，这样喝水够了以后血就清了，这个叫做食养二分法，各位手上都有，我们利用可以帮助很多的朋友。关键在哪里？关键是在第一个维健保苹果圆，关键在这里，因为很多人吃的太过于简单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身体会生病啊，就是因为你身体抛锚了，你没有汽油，你汽车跑得动吗？你跑不动的。我们身体就欠缺某一样的元素，你缺哪个元素你知道吗？你缺哪一种的微量元素你知道吗？你去检查，检查不到的，肯定保证你检查不到的。我们要透过30几种食物的组合，来自于30几块土壤里面的营养，从这里去吃，不知不觉的能够让你长期所欠缺的微量元素得到补充，终于得到补充，然后我们身体这个机器开始运转，是这样子的。不正常的身体现象慢慢也就恢复到正常，因为你长期所欠缺的营养素，因为你吃了维健宝苹果圆而得到补充了。为什么？它是30几种食物，来自于30几块土壤里面营养，关键是在这里。说这个是重点。还有呢，我们既要健康，心情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心情，你会心情不好也生病嘛，心情不好你病也好不了，心情很关键。我们心情的压力呢，你必须要自己来排解，每一个人要找自己的方法，听音乐啊，走路啊，什么都行，你要自己的方法。我的方法很简单，就走路，但我也难免有压力啊，有压力的时候呢，我就走一走，我就避开别人了，走路走路，一面走路一面想事情，想通了以后就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事情比较麻烦的时候呢，我就走久一点啊，走1个小时不行，我走2个小时嘛，2个小时不行，我走半天嘛，半天不行，我就走一天嘛，对不对？我常常这样子，我走一天就没事了，云消雾散，海阔天空，我不影响别人了，不影响别人了，不跟人家争吵的，啊。我从小到大没有树敌过，
没有跟一个人这个争执过，没有的，我都自己来，自己来排解那些烦恼。但有时候这个烦恼是来自于家庭，家里比较难搞。我哥哥很了不起啊，我哥哥他以前有一次在结婚典礼当了证婚人了、他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深刻的，今世结为夫妻，他是几辈子修来的福缘，你不仅要接受他的好，你更要接受他的不好。前面容易，后面的不容易啊。我爸爸今年103岁，是因为后面他做到了，因为我们从小看到大。我妈妈有时候难免会骂爸爸，爸爸在妈妈骂的时候他只会笑，这个我学不来啊。我太太骂我顶多不吭气啊，我笑不出来的，这有待努力的。但是我进步很多，真的是，因为我哥这句话我很受用。我举例说明真实故事好讲给你听。我平常啊，我都记得早回家，因为怕太太担心嘛，一定要早回家。然后呢，有一阵子办活动啊，办活动难免就会拖啊，事情就会拖啊，很多工作你要善后嘛，做完才能够回家嘛，这是一个习惯嘛，这习惯很重要的，那就搞得很晚。那一天两天没有问题嘛，长期啊，两三天、三四天呢、我太太就发觉有点问题了，因为她我一回家她睡觉嘛。对不对？那早上帮我早早就出门了，他也没见到我，所以没有机会解释嘛，所以他难免会怀疑嘛。然后到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，有一天我一门一打开，他坐在客厅等我，脸上毫无表情，他指着我鼻子骂了，开始骂了，你呀、以后啊10点以前不回来，你就别回来了，就开始骂了。他骂得很厉害的，功夫一流的，他参加骂人比赛会得冠军的，真的是啊。那我就让他骂了，我心想我不对嘛，我就让他骂了。但我念头转得非常好，我说糟糕啊，他怨气怎么那么大，这怨气闷在体内啊，不给他发泄的话他会生病的，他生病我更惨了。他生病以后呢，洗衣服我要自己来啊。他平常在家洗衣服煮饭照顾小孩子啊，他挺辛苦的，给他骂两句我还是划算的，我就让他骂了。有时候骂得很凶，我心里想骂了凶那个排毒好，骂了凶排毒好，就让他骂了不错，有男生鼓掌，男生进步了啊，有男生鼓掌。有时候呢我看他不对劲，他有时候你记得你要学我的话，他骂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听他怎么骂，有时候要回应一下啊，你不能当木头人，你当木头人他更生气的，点点头摇摇头还是要的啊。有时候他突然冒出一句话，你呀、外面有没有女朋友，赶紧摇头，那个点错头我死定了，对不对？要回应回应啊，我这处理得很好啊，你看我跟他就没事了，有没有？没有事了。有些人不是夫妻两个就杠起来了，不讲话，一天不讲话，一个礼拜不讲话，一个月不讲话，两个人细胞死光光，那是不对的。我这方面的我希望还算不错的啊，还在努力。所以因此我们希望大家呢，有些时候啊，你要包容两个字，不是只有夫妻啊，朋友啊，对任何人都是要包容。你说人家不好，你有不好，难道你都是好？每一个人都有优点缺点，你自己有缺点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包容，对不对？你退一步是海阔天空的，是这样子的啊。还有呢，我会建议大家平常要做运动，运动很关键。运动是什么？让心跳加快。心跳加快什么意思啊？心脏是个泵啊，泵你懂啊，泵啊，你运动之后呢，心脏的泵啊是让血行加快。血行加快什么意思呢？那红血球会带氧气啊，会带食物的养分啊，输送全身内脏，速度加快，这个重要，这个太重要了。你身体内脏受伤了，你把那氧气跟养分输送更快，它是愈合的快，所以运动挺重要。但有时候那个下雨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没办法出去运动了。所以等一下我要教一个少林石小手，就是没有办法出去运动怎么办，做少林石小手。少林石小是手疗，我们有那个足疗啊，足疗到处都有啊，对，我们足疗有时候很疼啊，那为什么还花钱去买疼呢？因为有效啊，
手疗跟足疗是一样的意思，它有穴位的。我们希望大家要每天体验美丽乐的维健保苹果园呢，把身体吃得健健康康的，啊，守住自己的健康，还要守住全家人的健康。全家人受惠之后呢，我们要扩及到我们的同胞爱，我们要照顾我们周边的亲戚朋友。我们有一句话，帮助一个人等于帮助一个家庭。所以我们盼望大家，我们第一个要感恩拿督拿定，谢谢。你看看我们刚才庄美心庄老师，大家听了之后非常感动，把一个人从谷底拉拔上来了，不是只有他，很多家庭的。为什么美丽的现在呢广受欢迎，卖到不够，对不对？很多缺货的，台湾也是缺货很久的，卖到不够，就产品太好了，没有办法的啊、哦！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秉持这个善心，我们希望大家呢从今以后都要吃得对，天天都能够丹田有力，走路有风，活出一个长寿而丰富人生。感谢大家，谢谢。